宽裤呢，其实在芬妮已经出现很久了，但其实常会有人问我说 Tim 啊，我想尝试宽裤，但有没有基本一点的选择呢？今天我身后的 COP4005 或许就是你最好的救赎。首先呢，它的面料非常的扎实挺拔，穿上身呢，你不会有任何不自在的飘逸感，相反的，你会觉得有非常棒的空气感。再来呢，因为它有弹性，所以伸展起来呢非常的舒服又自在。那说到军裤呢，怎么能够少掉它侧边的大口袋？上面的带盖呢，可是经过了神秘的设计师们反复的测试跟修改，所以在炎热的夏天，强大的收纳力，不带包包都能够轻松的出门。那再来口袋之外呢，腰间的系带也是非常军装的定番。这个时候呢，建议你可以穿大一号的尺寸，把腰间的系带系紧，就能够穿出更具有风格的 oversize 的质感。而在颜色上呢，更别错过了，除了原本基本的蓝色跟绿色之外，这一次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拼接新色，就是要让所有的 PM Boys 跟着 Play Me 一起体验我们不停歇的设计进化。